我外婆说，下岗匈牙利会之后的田桂芳变得节省和算计，虽然她并不懂得算计。这些饼怎么卖啊？大的1块钱2个，小的1块钱3个。那就是5个2块钱，对吧？等等，好，说说。行。你好好走路，别跳。叫你别跳。卖便宜给人家哦。你说什么？30个大瓶子，30个小瓶子，应该卖25块才对，你只卖了24块，这样卖不对。这俩算法不一样吗？为什么少了1块钱？哎呀，还真的少了1块钱。这是小学2年级的数学题，可是田桂芳却像放了一颗卫星。